我一点年纪我比他大，新疆比较霸气。对，在班里面来说，对跳皮的同学有震慑力。我让他打架了，打了王勇，打了于炳球。谁打？我打他呗。有训练的时候，训练他在下面打乱。啊，等于是老师的助手李小老师。没有，我记得最清楚是在沙机场，孙九强跟一天来高中同学欺负我那个。你负责保护他，谁打他你就可以打了。老人家，你不能打他，你上钱给他，你上钱给他，浑身都不舒服。后来我们打，很作贱的，一下子拍他头，一下子拍他头。打苏九强是两个人，打两个人，一个是张庆明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张庆明，还有一个是何卫民，还有一个是何卫民。啊，再一个是俄卫民，这两个，他们两个经常挨我，挨我，两个经常，我们打得不到啊，我们不起，我天哪，哎，但是俄卫民他们也怕我，是的，个子大了，那后面我们班这么多班的应该是哪一个？就是吴景峰啊，啊，后面我期待梁平乐，我就记得他是班长啊，就是从第一个学期开始，刘军明当开，刘军明，我从第二个学期开始，看他们两个哪个是正的，后面的他是余丁在的一个了嘛，刘军是哪个？刘军，哪个刘军？然后呢，刘军是正的，哦，刘军是班长没有错，但是他们两个都是班长，一正一负吗？还是两个？没有，刘军是班长，我是先当什么呢？先当小队长，我们刘军好像也是比你们大一点，不是啊，大一点也是大一点，所以都成熟一点，比我们班过边呀，班干啊，那时候多做一点，而且他是可能是小学就当班干，刘军好像是小学的，对他，但是一般一开始都是小学当的班干，对，在机场是，人家是，就是班长。